数典居中，这个体有粗到细，撇也是有粗到细，捺笔应该往上面靠得近一点，然后向右下方斜行笔，间距要小，间距要大，这边出土少，右边那边出土长，静。口字旁应该是写的短小，竖要垂直，体有粗到细，点高一点起笔，横画要短，左低又高，两点对要呼应，这个横画比上面横略长一点，长短要变化，下面日子不要写太宽，日的宽度与上面的第一横差不多都可以了。撇短一点，要梳，突出梳弯钩向右伸展。双钩写的向右写的长一点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要短。口字旁往左上方靠，绝角字旁撇折分成两笔写，撇和点，记得个撇折要稍微大一点，这两个撇的起笔要立得近，撇不要写太长，横撇短小一点，横折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拖住的竖的笔画，竖弯钩，向右上方，然后这个宽一点，把这边的留出空间大，竖要稍微细，这个要稍微粗，要平一点，往上面斜，注意这个拐弯要最细，要自然。有撇有粗到细，横画左低又高，竖向下垂直，用垂露竖，横折钩横要细短一点，竖要粗要长一点，所以横跨尽量往上面靠，上面的横跨间距要小，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大，也凸显出了上紧下松，这个对准下面的中间，第六留出空间，